恭喜发财，开题嘛，来了。大家好，欢迎到小咖的喜客乐频道。我现在在香港的麦当劳，还有他们有好多好多的跟春节有关系的 Hello Kitty 的东西，开题嘛。So yeah， 除了这个汉堡以外，他们也有派，他们也有。Curly fries， 还有一个应该是葡萄味的汽水，跟快递猫在这儿。所以啊，现在是一月份，快啊，maybe两个星期后有春节，所以他们有春节的特别的显示商品。这个英文名字是 Prosperity Burger， 他们有鸡肉和牛肉，这个是鸡肉跟菠萝。还有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，red bean and rice cake， 这应该是红豆年糕派，这是在广东话写的派 ，p 应该是 p， 所以派。还有呀，菠萝 ，coco grape 有个气血，应该有一点奇怪。还有，因为春节快到了，他们送给我一些。那个红包，可是这个应该跟麦当劳有关系，可是没有Hello Kitty。So anyway, I got a bunch of those。在哪里开始？我们在这边开始吧。我在这边开始。已经有一点忘了，不是，先了。中文说的是 Twister Fries Extra Large， 这个英文是 Prosperity Burger， 还有这个有菠萝，所以是黄金的 Prosperity Burger， 因为有黄色。 Actually not bad， 应该没有大麻酱，所以香港麦当劳来说这个算漂亮。The sauce a little bit spicy， 受得了，可是应该我不喜欢，我吃现在刚得到是不小辣，可以看到那个菠萝不算最好的，可是 it's OK。 这个除了两块以外 OK。Try the soda， 他们给我这边的蜜蜂，还有他们披在下面，这个应该有一些水果的块儿。不错，有优格的味道，应该有跟日本的酸奶饮料有关系。Okay. Good too. Okay now, like a pie. Red bean and rice cake. Oh, 有点粉红色。可以看得清楚。有红豆，有那个 rice cake. Okay, 最终判定。最好吃 ，not fresh，too spicy， 不错。OK， 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你们的订阅。我还在香港几天，然后回去日本。新年快乐！我快一点发出了这个视频，要不然明年能见到。See you guys next time. Happy New Year. 就是一个可口可乐，就是一个山寨可口可乐 ，Ice Cola。大家好，欢迎到小咖的稀奇可乐频道。今天我们在。